为了推广素食，慈济志工粉墨登场，穿古装演戏。戏剧表演活泼生动，连包青天都来串场。志工要传达的主旨很简单，是多素食，环保，爱地球。鼓励大家随身携带五宝，爱地球，从日常生活做起。素食环保救地球，那可以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就可以随身做环保。那也为了救地球呢，最大的就是能每一个人每一餐呢都能素食。为了推素，其实志工一早就在厨房忙碌，准备美味料理，还做成餐盒跟大家分享。该学的很多啊，就是。学习是素啊，多一个人爱上素食，就多一份爱地球的力量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蔡素珠、廖启宏、陈灿德，台中报道。